霹雳路有一家鲜为人知的古早味炒河粉和福建炒，它的位置坐落于一间霹雳路的咖啡店。这里的炒河粉，听说它是用炭烧的，而且味道有古早味，我也很喜欢这种味道，听说还有童年的味道，听说这档传了好几代人，我真的要去见识见识一下。你的订阅，你的分享，你的关注，是我们最大的精神支柱。平时都是下午才开店，星期天和星期一休息。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，时间下午6:40，店里工作人员都已经在忙着。走，我这就过去访问。这浪子他归你啊，他归你啊，他归你啊，啊，都搞哭啊，应该不。六十年啊，对啊，你隔壁店我来估了。我唔知边个店，我见过，呢间个隔壁店咧。我第四间。啊，即系第四间啊。哦，呀。头先我老板。你老板落来都第二代。啊，我第二代。哇。这是第三代。啊。哇，我系第四代。老板，从外观看来，他大约有60到70岁，非常友善的一位老板。爱老板啊，这老板中国啦，福建人。哦，海南人。海南人，打吊珠位。啊？打吊珠位。无啦。不要打。不是吊珠位，海南位。海南位。你出来个。哦。哪个不的呢？啊，人不的呢。啊。贵不的贵。哈哈。啊，如果讲贵古海南话来，大家好啊，那个。龙凤好。啊，讲几句啊！啊，讲几句，讲几好听。讲几句好听啊！啊，海南话。不加饭未？不加饭哦。不加饭哦，差不多香。啊，差不多香。公司最出名是大妈啦。哦，行路差不多啦。做啥噶啦？有啊。啊。哦。海南人家这是做隔壁店，晓得吗？对。哦。海南。多了位耶，乡里乡下，乡里过来的青海啊，是马来西亚人啊，马来西亚人，我对的乡里哦，对对老位，哦对老位啊，去探亲探亲的啊，探亲的，要对对去啊，讲海南话啦，我啦，跟人讲华语，哎呀，不要讲啊，啊，无相啊，去海南话无相哦，相相啊，啊，这边过来是。我海就是隔天啦，我海黑蛋啊，我咧打，啊，我上下有成功啊咧，我，讲了我都好听，哦，人家人家乡音无响啊，乡音无响，山地个个我海无响音，哦。镜头转向另外一边，看看师傅专心的工作。这边一共有三个锅，都是用炭烧来煮的，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样煮味道比较好。我一直加火料，又感觉超大超大味，真好吃。啊，我要买。这一拨一拨菜呀，头椒。这椒啊，你关心这个炒菜。好，各位已经差不多要上菜了。